那个 SM Control Variety 那个又不能自动补全那个指令，要自己背下来的。嗯，他没有这个东西。是，要不打好再在前面加就可以。我是不是可以一百勒克打？一百勒克。嗯。没效。抓了，哇，有点快哦！你看，到这地方抓了。绝境就是，他一出门就刷了。啊，这个地图作者是不是针对绝境？确实，我也想，我也这么想。冲啊，宅哥！宅哥啊，我操！凯胖啊，冲啊，凯胖啊，冲啊，宅哥！小心那个隐形口水！还有绝境的思潮会频繁很多的。嗯，你发现了？单通的时候发现了。是啊。绝境的思潮好厉害。对啊，绝境很多思潮。我感觉那个怪好像也多很多，你看，就平时那个怪。我那个时候打那个血石绝境，那小怪给我整麻了。打个屁哦！他这还能打我？他这不是打血石？这怎么玩呢？他这。你妈的，这图每个厕所一开门就是一个小僵尸。啊！打完这图，我这个爆头率估计二十三十。嗯、后面思潮，难道思潮有点多的，很快就刷思潮了。走了，直接走了，让他们上楼去。这个炮头插件有点少，妈，这个铁丝网还有电，怎么背后刷怪呢？我空降了，操！这个图的传统异能就是空降。进击的凯胖，啊，上楼啊，上楼，有个铁丝网，你有没有开啊？上楼啊，哦，这个铁丝网没开啊，我还以为这个铁丝网，对啊，可以开的，我只是把它关了而已。克里斯记得关一下门。你关门的话可以卡住一些怪，后面有牛。往下面走。没事，我发烧了，闪避的乱跳。你看这个管道，你给我整麻了。
这 CMG 有可能比猎枪还管用。哪里还有大枪进来？后面牛，后面牛，M 四要不要？没用了，我觉得跟 SMG 差不多。没用，还不如 SMG 其实。哇，女宗师，好牛逼，太屌了！杀！后面杀！三倍被弹没改回去，算了，不改。逛下一局看，看车。感觉和刚才也没什么区别嘛，好像。我觉得这怪多了很多。我操你！但现在感觉，我觉得怪是多了一点。待会就不一定了。那待会 M 二你就，这里有分针。M 二让你爽三针。开吗？开，你可以看。这个没时差的。啥？被喷了。对啊。我操！空降。这牛又哪来？空降，空降。你打这图你要看着头顶，随时有那个可动。全是垃圾枪，我操！给把猎狙不行，给个鸟狙，我操！开了，快点！哎，我操！打东西打到那个啥的，为什么这个大机枪打牛这么弱、啊？是啊，打特岗不咋的，打怪还不错。他打怪不是秒杀的吗？啊，对，我觉得打其他特岗也很强，就牛。因为可能因为他那个就是太散了，啊，他那个弹道很散。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机枪过热的时候的烟雾给去掉。可以啊，把特效关了就是。因为他老感觉他这个过热之后那个烟雾好挡视野。啊，可以关了，没事的。
做个墨的把它关。那我好像没找到这种漏。可以帮你做一个，你想要吗？哎呀，要被挠了。不是。看凯判都要被挠了，这个地图很快。看，你看那个 VAR 零点几，怎么可能零点几了？是不是 ？VAR 零点三哦，那么低了吗？一般都是一到二的呀，正常来说。帧数倒不是很低。对啊，就说明这个地图本来就帧数低，不是服务器差，是帧数地图帧数低，是他这么搞。我经常告诉一下，没经常我要被没钱麻烦。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大鸡我想笑。嗯，他就是看到大鸡我想笑。大什么？笑话。大什么？他说看他看到大鸡很想笑。操，为啥？哎，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一点。我听到了呀，我听到猴子说大。这个我倒是听到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我没想到在你那，我以为刷前面。他一般前后都刷，还记得spawn area 吗？还这个记得这个地图 spawn area 吗？还这么设计。后面还有蛇头，管了。Spawn everywhere。嗯，当时你把这个东西你拆包的时候，然后整个人都震惊了。我就说为啥到处乱刷，原来是 spawn everywhere， 那没事了。他就是想乱刷。故意的在做这个呢，想搞你。哎，刷刷刷！还有打算电梯那波怎么想怎么守，退回哪里守？原来那个地方肯定守不了的。倒数第二关吗？啊，这关就这关，大不要守个电梯的嘛。后面是。嗯。哇，太厉害了吧！有点空降了。算了，我不吃药了。到处乱刷了，看着一点，头顶有洞的，要小心。牛。我操！哎，我操！吓人！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守吗？原来那个地方他头像会掉个克，我操！你怎么打？这有个吧，有一样。你。咱买过来打吗？我这边有电击器。算我拿。主要今天有个舌头在我附近。嗯，知道了。那我感觉。走走走走走。
这怎么走来着？我操，我忘迷路了。在上面。迷路了，迷路了。妈的，迷路了！操。在那个那边，在那边。哪里啊？海放大陆，沙石超。阴间不是这里、嗯，这图就是阴间图。哪里啊？哪里啊？大陆，像阴曹地府一样的。是，真的是厚葬身。确实。哎、嗯。舌头。放走。这还有个包，还有个包，拿一下这个包。你打吧，你先继续。我去，没事没事。你妹的，打着打着就说。上课了，这图真的是得一直看。哎呀，卡胖上不来了，怎么办？操！我操，这怎么干？你要快卡死！哦，死了 ，OK， 走。还有这里，你要贴着右边走，不然你会被卡住。可以贴着右边。小口水吐上来，要完蛋。好了，口水已经消失了。Okay、隐身的。隐形团。小心。哇，这图打绝境也太阴间了。嗯、还好没有想象的。这还有个包，这里又有一个包，要不拿包上。我觉得等会儿可能会出事。我后面扔了个近战的，金彪，你给后面去拿一下。什么近战？撬棍。我也是撬棍的。那个。我给你斧子，我要拿那个。不要打呀，要石头啊。石头。斧子。不是，我怕一枪把海胖给放倒了，他在跟我重叠。哇，燃烧弹，妈的，没有用，没用，能穿队友，穿队友就很有用，能破队友防，对对，破队友的无敌有用，破防了。嗯，我说有用，完。Oh, nice、我就听到后面有舌头，但是我没想到这现在才拉你，这太晚了。嗯。哇，没升级，牛逼！你不要突然间拿我前面，我操，一枪把你放倒。好。海胖拿刀，这里傻狗，傻狗，算了，我就用 M 四。哦，掉帧，嗯，我珍珠三百多，但是没用，打卡了。这舌头真的是一直在后面。是啊，要注意点，一直抓后面的。风向胖子，还是连喷好用、啊。这种这有包，这有包。包。也是拿包啊，真的。觉得你拿包好用。靠什么东西、啊？
四杀四杀，后面四杀。来，开始无限刷了，看到没有？开始了，开始了。正片。标题写个绝境四特，后面加个问号。有什么用？这没打个图，感觉得了被害妄想症，我老感觉背后有东西。是啊，因为他就在后面就有啊。真的。真的就有。被害妄想症。不是被害妄想症，是真的感觉到了，真的有。哎，大哥哪里守啊？你觉得哪里守比较好？找找个地方守一下。感知啊、也不行，三瓶火也不行。不是，大哥在头顶刷个 Q， 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很烦，那叫。那一次。一拳把你黑了，把你吊打。这个烧了。不要。有没有子弹？应该有子弹。这里有，这里有，我这里有。找找地方守。老是突然黑一下，这幽闭恐惧症。不知道哪里守比较好，你这里？这里有很难守。这里上面好像。而且它主要两边都有特点。这里就在这里说，这里说、啊、那就行。嗯，行行行。那开了，然后回来守。还记得路吗？我怕我不记得路了。没事，我跟着你。嗯，看到。要有一段时间可以。那不行，有点胆汁吗？不用不用。头顶头顶，注意。等你们回来。可以可以，快快快。开始了呀！哎，我觉得这里挺好守的。不、哦，回来、啊，快快点，快点、啊！我觉得这里挺好守的。啊、这里搞个阵地，长，够长。啊？你们回这么远吗？你们回这么远吗？这里好守吗？可以可以，就要这一手。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嗯、我把油拿过来。投资够多就行，三瓶火应该可以。怎么他好像没开的样子？我也觉得。看看什么情况？为啥没开的？我、哦、没开呀、啊。啊？是不是要四个人一起 啊？好像是，好像是，过来了。哎、欸？没有没有。他有这个逼。还没开呢，你看。过来过来，都过来，要全过来。对，没错。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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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吓人了。确实，我操，吓得以为在玩寂静岭。哎，好像寂静岭的音效，我觉得都没有它恐怖。防空警报。哎，走错了吗？还是说那里封了？那边封了吗？我怎么感觉是封了？没有，封了吗？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嗯，你确定？感觉不对呀、啊，不是这里吗？就是不是啊，很明显不是。哦，这里中间多了一条通道。嗯、啊，我操，玩我吗？在寂静岭。哇，操了，真是。OK。疯了，那条路还。哦，现在才开始。那我，我去。那随便守吧，随便守，我就管了。反正才四特，怕都死他了。一人守两个，两人守一个。牛，右边。会刷客没有？推过去一点点，
开了开了，走了，怎么没刷客了这是？搞什么？说不定那一次是随机的。没有啊，他就在我头上掉下来的，感觉是故意的。很奇怪，很神奇啊。难道是极小概率不刷，然后我们正好碰到？他可能见你在那里守，所以才掉个客给你。啊，这个寂静岭的东西出来了。啊，是啊。这个叫谁啊？这位叫谁？屠夫。就三角，就三角的那个三角头吗？没玩过寂静岭，不懂。我也没玩过，那大家都这么叫，我就这么叫。嗯，小心口水，附近电梯里看裂了它。没事。那个电梯门就穿不掉，穿不到了。用金帐砍的那个。是要用金帐砍。穿不到了。把胖子推了。啊，对对对，推推拔推，冲冲，口水无了，口水，嗯，猎枪，哎，卡特呢？哦，只有50刀，猎枪，啊，猎枪，猎枪是谁的？嗯，你给给点，给给点，快快快，猎枪猎枪，猎枪后面有多的一把，多的吗？我看你掉下来，猴子，上面，那个包我去打一个包，嗯，打了。石仓后面，前面，开始，牛牛牛，好，再锤门，猴子，哦，不一样，没有自家的，串天，串天。榴弹发射，嗯，小心，很多没声音，卡不到是不是？后面刷特了，你看他就不停，你看，没停过的。刷刷市场，小心被秒了！啊！操，在后面！你在哪里啊？在那个楼梯上啊！啊？找不到你在哪里？楼梯，楼梯，嗯，哦，楼梯哪里？我知道，你走的是什么路线？我不懂，不是很懂。这里有，这里有两瓶药。猴子，他就是搞你后面。没有好枪，这里全是这垃圾箱。到了吗？到了，到了。哎呦，他来，不对不对，最后一关第八特，八特搞死你最后一关。又觉得自己行了。又觉得行了。
哇，这个地图喷不出喷漆。胆子，胆子。哎，这里有把小刀，哎，谁要？这里有把小刀。你。那个火可以留着吗？哦，小怪杀手来了，又开始了，僵尸大战又开始了。嗯，这里是真的恐怖。嗯。我要走挺远，不然。啊，知道哪里？哦，这里不好守吧？一个口水过来怎么办？站边缘，好懂哦。不怕被石头拉，就怕石头好了。再拿手。觉得站平时地方守不行。后面是草，后面是草。确定走右边吗？害怕。走左边了，左边左边。我这舌头怎么好像打不中他一样？我打了刀爆弹，跟着人了。30连。当时你压吧，我拿点吧。没声音那个怪，我操！到后面了吗？走吧走吧。挺墨迹的，我觉得。然后去对面，去对面。下来吧，下来。确实够墨迹。
好多电机器啊，这图。怕你死人没？怕你暴毙了吗？这个感觉被喷一口。走。确定要这里守，觉得守不住了吗？开吧，准备好开。其实这里好守，那我就废了，我废了。操这个喷气人！没法帮你了，这样操！特岗过不来吗？外面有特岗，好的特岗，没了。拿一下子弹，记得。我忘拿。装起来的。我操，这个高爆弹怎么威力这么大？飞了、啊。确实，我刚刚用的时候发现。我操他！我操，好恐怖啊！这克走路的姿势。这烟饼有点难受啊。加速克，仿佛在玩 Andy。加速了吗？没有。他下的时候那个样子很鬼畜。有高度差这样吗？哦，给我往下看一下才叫恐怖。就卡个机关。中间插个机关，中间上楼插个机关，来开一下去，再开。开始刷不停了吗？他这个，不会，应该不会。好火！谁给个药？给个药。
有药啊。我鼠标转不过来。这没弹死。前面有个药。我傻逼，我直接打包了。黑枪赢，我一黑枪就不得了，一黑枪有大吗？我在这里打多特的时候，舌头一直拉。感觉如果不加备弹的话，要一直用近战才行。用枪打很快就弹了。牛！这叫杀鸡用牛刀，你看，用打多特的火力去打那个刺客。又黑枪，对不起。妹子，这前面我早知道应该前四关打巴特，后一关打斯特那样子，那也不太好。这个胆汁就有用处的啊！对对，现在就有用。然后胆汁抓给他，让他来赢。对他扔完你就给他去了。开了。走了 go, go, go 这个表情笑死我了哇笑死你看左边多萌啊问题是左边是正主右边是魔改就很离谱听裁判快放随便跑我觉得跑好一点牛走
要不要拿土雷？那么多火吗？这里有个包。有，中。走走走走走。不要打怪了，别打怪了，把推掉好了。好像新刷的不受影响的这里的技能。这个车打不打都一样，没所谓。操，妨碍开放装逼了还行，把他打跑。服了。这新刷这一块，地图刷的。嗯。Nice。 啊，这凯放我牛逼了，这样子。我去对面。有没有感觉我要被猴子骑？小心，站高一点。看，看，看。牛逼啊，凯放，我都不知道在这里守。毕竟单通肯定是要研究这些东西，可能研究到这里也是扁平的。你单通不研究外乡人怎么过呢？我估计就卡最后一关了。确实，这最后一关直接木大，所有的白努力都白费了。手痛。烧完了，烧完了 ，Go Go Go！ 烧完了，烧完了，烧完了。有多快走多快呀、啊！不要回头了。这石头好走哎！确实，妈的，扎克了，我去，扎克了。我这边刷特卡，我后面扔了那个，扔了火的。哎，没切出近战。那边刷猴了，有点慌了。还是去打克。刷特感的，打啥线上？特感速进，四乘五十。30秒好强啊，也没红外，这有雷枪，没红外就挺弱。还有个包呢，算了算了，不要了。我操，在这里，水平大。
哇，没声音了。欸，真的没声音，没看听到了。他直接就冒出来了。我就可能他兄弟一次他就直接跟他接吻去了，不知道我没听到声音。啊，牛逼牛逼，看到吗？红架呢？太强了。别别别，牛牛被卡住了。我的天呀，操，这里就是特岗驻地。nice nice。落单了，快点跟上！哦哦，这里要怎么搞？接在那边守，小心口水是放好油，放这里吧，放这里。嗯，海胖有什么新操作没有？怎么他在那边呢？没子弹的啊，是，我也确实我也没子弹。这里有啊，这里子弹，这里这里，来，这里。要是不加备弹，早就没。哦，我知道他为什么他来到那边，应该就停。想起来了，他去到那边就停了，是不是？嗯。头顶。硬手。硬手。他这里会空降的。会。这里。所谓开了，来来过来，给过来。拿油桶把那个叉车推到右边去，然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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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他已经疯了，知道吗？他疯掉了已经。都过来才能开，过来。好，右边牛。就硬手的，两把。硬手就硬手，反正特感不多。就四个，开了吊住我，有。开了开了开了，嗯，猴子，我觉得这里比刚刚好手多了，要有人前面引口水了。开了，开了，开了。哎，操，那个开了。退吧退，
那这里多特不知道怎么打的，全是三十连的还好打一点。哎呦，黑枪，黑枪之路上，子弹，前面到了副官。往西平原圈小土雷。是啊。对抗对抗。氧气瓶的话比土雷还要厉害。哇，这最后一关拿什么枪好嘞？是吧？他们这一关打了多少只小怪？一千多。一千多。觉得没用的上去。先打一下看看。算了，后面市场。我死，我死。可以。接下来，这里直接超近的。妹子，不管。走快一点吧，因为这田系有点长。正片还在那么后面。子弹，这里子弹。这么长，这要打绝境，要打四五波那个。在这里灭打绝境，我看，太恐怖了这里。这个地形要是巴特就有点难顶了。还行吧，巴特，14特就开始难打了。我为什么打？要来来来，我来了，太远了，走。
走了。亚特敢在后面呢，不要打他。哎，怎么他卡住了？看，敢支撑吗？嗯。有多少罐多少。我这怪刷的莫名其妙。嗯，先把房子拿了。哪只没？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单通吗？这无所谓的，不要被控就是。有多快关多快。走那么远呢，注意点。我看后面有同学，我在拉。哦，翻到小怪。有多少罐多少，不想杀克。好死。杀克了，两个克。烧火烧火。把他烧死。他会刷特感刷死啥人，注意点。两个烧伤，不视频，不管他了，直接去拿油，拿最远。这个模型有点奇怪，感觉。哦。卡住了，那这波应该能灌完。嘿，点了谁？我去吧，好，还差三罐，烧了三罐，刚刚烧掉，刚刚烧了，烧了一个，还有呢，最后一桶，还有一，还有在远处在。还快刷克，还一分钟。放。哦，搞定。妈的，那看来巴特还能打的样子，感觉巴特是能打的，是能，还临床期，我操！毕竟和电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嗯，电脑好像非常不擅长对应一代的这个小怪。
电脑？什么电脑？带电脑吗？不是 AI 啊。AI 不是不擅长对付这种小怪吗？不是 AI 不擅长救人吗？嗯，领导地是吧？领导地，领导地，操！领导地林重启，绝境四特，绝境四特，物资黑洞，啊，我都想笑。妈的，没听过，从来就什么绝境四特，我真的没听过。首创难度。全站首发是吧？好他妈奇葩这个难度的，确实。哇，为什么我黑上这么多？其实我没有黑到你们多少血。他可能是把那个，就是擦边也算了。好吧。哇，你看我爆头六十八，百分之八，又是百分之八，我操！我二十八爆头六，我操，有点高了。因为你拿那个散弹一直打头吧，确实一直在打头了。往头打，那不是第一关小兔兔一直叮叮叮叮一直在。